就是我太太使用了这个之后啊，人家投资一些房地产之后，其实效果非常好，而且在短时间的涨幅非常的多。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弟。自从3年前我们推出了财源滚滚存折一张收纳包，受到广大朋友的喜爱，热烈好评回响。许多购买过存折一张收纳包的朋友也都一直敲碗，希望能够推出新品。不会3年，终于等到2024甲辰年，进入一个全新的能量周期，是九运的元年，开始走入20年的九紫离火运。为了抢先布局，我们独家设计了新款的财库包来为你打造财库，希望能启动接到九紫离火的运，从而借助它的能量去增强个人的运势、事业的成功、财富的累积，打造个人财库大旺20年。首先，财库包就是一个随身聚宝盆的概念，你可以将存折印章放入财库包，而不是随意的拿一个信封或夹链袋来存放。你必须将象征财富的银行存折及印章收纳好，并且收纳在对的地方，这样钱才会对你齐心，让钱为你来生钱。无论你是老板、上班族、股票族、学生、家庭主妇，通通都需要它。而且它收纳存折、印章、护照、信用卡、钞票都超方便的，帮你打理得整整齐齐。重点哦，我们的财库包有独家招财设计，有6个秘法。第一，一定要有拉链，只有拉链拉紧紧，才能让你财库不漏财不漏白。而且我们财库包及内里拉链头都是幸运钱币的设计，可以引财，也可以化煞为财。再来，财库包的内里特制沉稳的紫红色皮革，以火形来通关兴旺。红色是离火之火的代表色，可以激发人的积极性，提升人际关系，驱赶不利之气。紫红色皮革呢，刻印有258支的咬财公母貔貅，360度立体环绕，可以迅速帮你咬进8方财富，时刻都在帮你赚钱哦。另外，九运对应易经的离卦，所以我们在财库包的前后入口处呢，都刻印有这个离卦的设计。天地灵气皆离火，能够接引九紫离火运的能量，为你带来好的人缘财。然后你看这里，我们的内层呢还印有富贵牡丹花搭配古币的图腾，可以催旺财运，广纳各方的贵人财。财库包的内底刻印有5色财神星咒，让你时刻与财神相呼应。我们设计的财库包呢是面面俱到，财库包的宽度呢刚好就是20公分，可以看得到哈，这里就是大吉富贵进宝。这款财库包的容量非常的大哈，里面一共有7个收纳层，还有一个零钱袋，所以无论是多大本的存折啊、证券簿啊、黄金存折，通通都放得进去，而且放30本也没有问题哦。而且呢，两边都设计有卡夹，一边4个，两边8个，左右逢源。可以放你的身份证、健保卡、信用卡、金融卡，还有名片，通通都放得进去哦。然后收纳包还有6格的印章收纳格，这里可以放大章，这里可以放小章，这里还有一个松紧带笔插，可以让你跑银行的时候不用和人家共用笔。财库包还特别设计了零钱袋，让零钱放在最适合的位置，财气不乱，财库才会稳固。脚部呢是防泼水的设计，我们的财库包是很时尚的设计，带出去也很好看。一共有4个颜色，这个是满钻绿、旺财红、发财蓝，还有金钻棕，建议可以依照你的生肖来选择。收到财库包后，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吉日吉时到附近的大庙将财库包净化，那过炉的时候呢，以顺时针方向过3圈诚心的祈福就可以了哦。大家好，我是八爷凤梨树的创办人吴品玉，给我自己去学的易经风水跟八卦。像我太太的话就会选这个红色的，因为红色属离卦象，那对女生来讲就是家中的长财富就是在老婆身上，就是在老板娘身上哦，所以我也非常推荐这个自己的老婆啦或者是老板娘可以来使用这个红色的一个开运包。这个里面放的印章包括存折本子比较贵重的东西我都会放在乾卦方，那乾卦方就在西北方。重要的一些见证啊，就是我太太使用了这个之后啊，那她在买店面啊甚至在投资一些房地产的时候，其实效果非常好，而且在短时间的涨幅非常的多。这个财库包啊，它里面还有离卦的一个标志在里面，对财库财位是非常加分的。而且我的印章本子也都放在这里面，所谓的乾卦就属于属金土生金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另外的斜杠的这个投资的事业也在最近接了很多很多的大单，那我觉得在使用上来讲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我大概用这个财库包大概已经3个多月了，那我这3个月来呢，好在股票上面好都有不错的表现，我真的很推荐这个财库包。包含呢最近我买了一块土地以后用这个财库包，土地呢在这几个月也很有明显的涨幅，所以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神奇，推荐给大家。因为本身就从事房仲业，其实自从拿了这个开运包之后呢，就是我都会把那个客人的名片放在包包里面，我本身的那个存折啊跟印章啊
也都会放在这里面，因为我希望客人能够源源不绝。然后也最主要是这个包都很吉利，就是所有的尺寸啊，里面的所有的细节啊，真的非常的贴心，一拿到就会感到非常的兴奋。除了会接到客人以外，然后会接到更多的案件来成交，我在房仲业里面呢能够接到更多的订单。对，然后这一个包真的是太神奇了，就带来非常多的好运。用独家设计的财库包来造财库，二十年财运大发财库包，有独家的秘法招财设计，里应外合，让您招财也守财，打造随身好财库，让您把握二十年大运，让你的财富加速倍增。